天唱的是军歌《情不了》，那当过兵吗？在哪里？松山。松山哦，冈山哦，冈山什么军种？陆军的，空军。我特别我因为我想可能是空军，也可能陆军，所以是防炮那样的。哎，什么单位的？通信呀。OK， 你看，这样聊聊，对这个九曲堂的，对，其实话线很近啊，在台中都很近的啦。我们今天在唱的是军歌，那纯粹是一种想念。对，刚刚唱的是我之前在部队里面跟班长学的歌，我记得我那个班长是跆拳道的国手，说真的对不起，我忘记你叫什么名字。对，然后呢，好，那基本上我的部分应该暂时告一段落，然后我们要换另外的朋友来开始唱不同的军歌，我们说一些不同的故事啊。OK， 所以结论呢，下一个是班奈。哇，对。本来绝对不是因为有当过兵，所以就上去唱。本来，你是木兰队的吗？